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欢迎大家收睇《日本优质生活之多啲》这个环节，仍然系稻村不动产开发会社赞助。稻村代表 Sally 你好，你好阿波你好。上次都好清晰讲咗咧，系日本你移居嘅时候可以用经营者嘅方式啦。如果唔熟当地嘅生意咧，就可以简单啲啦，去购买稻村開發會社佢建設嘅一啲叫做民宿啦，咁就可以直接收到個回報咧，就可以留喺當地度叫做居住啦。咁但係網友們急不及待喎，想知道哇，想極速移居日本，好快好快，想問最快佢簽咗票啦，俾錢你哋買咗個項目，最快可以花幾多少時間辦咗個簽證去當地呢？一般咧，如果係所有嘅文件齊全咧，我哋幫佢去第入去入國嗰個申請咧，係由4个月至6个月咧，就已經可以公司同埋佢個經營簽證都可以出到嚟㗎啦。咁呢一個簽證咧，就到咗手嘅時候咧，係咪有別於一般嘅旅遊簽證咧？一般旅遊簽證應該係3个月啦。係。咁呢個簽證為期幾耐㗎？呢個簽證為期咧係1年，然後第二年又再繼續去續約咁樣咯。我想問啦，如果攞咗呢一個經營者嘅簽證咧，咁佢翻過嚟香港可以探親噶嘛？我哋講過啦，必須條件就係1年有喺日本度享受183日，即超過半年嘅優質生活啦。咁都翻香港探親噶嘛？再翻日本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咪好似一般遊客咁咧，攞住要排外國人嗰條龍嚟入境嘅咧？唔係㗎啦，已經，因為你已經係一個日本有居留嗰、那個有居留個 visa 咧，你就係你翻去嘅時候係就再入國呢個 visa， 再入國嗰條龍啦，行嗰條龍。身份升格咗個已經係。咁但係有人講啦，即係講笑啦嚇，佢話：我雖然而家係華人，但我發夢我前世日本人嚟嘅，我想做個真正嘅日本人，即係攞日本嘅護照啦。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 plan 啦，用個極速移居日本嘅一個用民宿嘅方式，咁佢有冇機會成為日本人㗎？有。絕對有，其實咧，好多人都好中意想希望攞到日本 passport 嘅，因為日本 passport 咧係有190個國家係免簽證嘛，係好方便咯。咁只要你能係一路居住咗5年，連續居住5年嘅話咧，你就有機會係一個我哋叫做歸化，成為一個日本人，攞到呢個日本 passport 啦。好啦，咁有啲咧就話咧係雖然移居，但係又唔想做日本人，就仍然繼續做華人嘅，咁只係想。在經營的時候繼續未來攞一個叫做永久居留權，我哋日文叫永住權啦。咁永住權、永久居留權要花幾多少時間至攞到呢？這個如果永住的話就要10年的時間，連續居留10年就可以攞到一個永住。咁以後就唔使再每年去續約呢樣手續咯。係啦，咁聽到呢度好多網友可能係有資金嘅網友啦，想盡快極速去日本度。咁想問翻啦。我哋未來係咪會開一啲 seminar 去詳細介紹裏邊你個發展項目啦，同埋一啲叫移居嘅手續咧？係啊，冇錯，我哋會喺不久嘅將來咧就會舉辦喺香港會舉辦一個 seminar， 係詳細啲再介紹關於我哋稻村嘅項目同埋移居日本嘅手續嘅。哦，即係話買咗個項目，佢唔明移居啊點樣申請簽證嘅一啲細節咧，你哋都會提供資訊輔助網友們嘅。絕對冇問題，我哋一定會咁做，我哋會全力去協助所有嘅客人。去點樣去移居呢個手續嘅？明白。咁今次分享嘅資訊差唔多啦，關於極速移居日本嘅 seminar 啦。未來留意本台，我哋會講出如何去報名嘅手續。好，這個時間差唔多啦，同大家講聲，拜拜。拜拜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